天就用几分钟的时间，几秒钟的时间来跟大家讲一下近况，最近的近况。OK， 那明天就要开学了，我们学校比别的学校还要来得早。So， 我现在蹲着讲话好累了。第一个，我换手机了 ，iPhone， iPhone 7。那之后有机会的话，可以开个，就是开个 IRL， 就是用手机开直播。然后，我的直播换到 Twitch 了，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。对，然后寒假拍了几支影片作品，然后可以去看一下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当了人家的 MOD， 然后帮人家剪了一些影片。你们也可以去发我人家的 Twitch， 先发我的，再发我别人的。Yosh， 我们这是作品集 ，Ghetto， 大概就这样吧。我回台北了，反正就这学期，希望跟就是也是平平安安、顺顺利利的度过。啊，影片到这里吧，干，冷死了，赶快回家了。拜拜。